炖腌制好了是吧？每个人烤一种食物，然后我这个吧，我放这里是吧？但鸡翅不得先打开，然后再干嘛？再烤点。哇！哎师傅，请问那个生蚝得烤多久啊？哦，我要吃这个鱼。不行，吃个猕猴桃。 忙那块烤肉去，不会烤啊，没有位置让我烤。嗯，有空位刷油了吗？你不刷油直接烤吗？往旁边拨点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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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周瑞，快点，周瑞不行，饿了，周瑞。帮你们烤啊，这。周瑞，你给我多烤一点啊。好，我帮你们烤肠。